搞定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是和你营营的对象夏冬冬。你谁？夏冬冬啊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怎么长这么丑啊？这位。可是不是跳一个人定下来吧？你是不是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？你这个丑八怪什么样子？还娶你？我娶。误成壮壮，你不至于吧？我不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强恋你一个女朋友吗？这个丑八怪你也给我讲。误成壮壮，你就是那个做什么赔什么还花名在外的穆少啊。哟，哎，你还 M 集团，就你这脑子还想搭上 M 集团？经商脑子不行，这选女人的眼光更不行。我很期待你的订婚宴是什么样子。这家餐厅挺好的，要不我请你吧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嘛，加油加油。我送你回家吧。我回家。你为什么要娶我啊？因为我们都不想成为联姻的工具人呀，所以我们可以合作。我最喜欢合作。肯定是刚刚吃饭太热出油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 A2F 散粉。对啊，这个还挺好用的。不愧是穆大少，还懂这些。很适合你，像你这样一天都不用担心脱妆了。股票跌了，跌了多少？等到最低点，如果买进。虽然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是咱俩结婚以后，我们还是不买了。我也好好准备订婚。想得多了，果然是个丑八怪。一个丑八怪，一个废柴，挺配的。我还听说呀，柯少现在和 M 集团合作了，这以后前途无量啊！哎呦，柯少，您来了。你两个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听说您现在连 M 集团都搭上线了，这以后不得太待我们呀？今天呢是壮壮的订婚宴，咱们的事儿以后再说。哎，那个慕容傻子呀，投什么亏什么，估计现在呀家底都给败没了。谁说的？是不是慕容壮壮？身边那个是，你不是说她是丑八怪吗？这怎么这么漂亮啊？这可比金少爷漂亮多了呀！你说我自卑无眼无辜吗？哎呀，难道夏冬冬，你长这么漂亮还骗我？骗你怎么？我最讨厌你这种见色起意的人，我才不想嫁给你。慕容壮壮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老婆漂亮又怎样？就你那废物样子，穆家迟早是我的。毕竟我马上就要和 M 集团合作了。一旦我和 M 集团合作成功，我第一个把穆家干倒。是吗？我这里有 M 集团总裁的电话，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看。那你打呀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跟柯总有合作啊？我之前的工作重心都在国外，最近才了解国内的市场，怎么就传出我投资什么就失败什么的传言？他传的，穆总。不是，穆总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还是喜欢你刚刚嚣张跋扈的样子。